明朝正德年间，北京前门大街五牌楼的十字柱子上张贴着一张黄榜，这张黄榜轰动了整个北京。这时候在北边过来个人，这人姓孙，叫孙德龙，山东登州府的人，自己开了个小肉铺子。这山东啊爱喝酒，他这喝酒啊还是随时随地，想喝就得喝，所以腰里呢经常别着一个大个的锡令壶，天长日久磨得很亮。有这口嗜好，穿整打扮不讲究了，常年一个青布袍，到了冬天了那叫棉袍，到春秋劲儿一撤棉花那叫夹袄，到夏天一蹬里子那叫当褂，常年老这一身。这天刚打肉市回来，喝得迷迷糊糊晃晃荡荡，还这个青布袍啊夹着一把钩杆子。什么叫钩杆子？逮猪的，猪要跑了炸了好逮着，它是一颗白蜡杆前面俩铁钩。喝多了晃荡，自己跟自己说话，哎呀这个酒啊是高粱水儿，这银锤现飞腿儿，走路也看不见道啊，这他妈活见鬼儿！他到了一看，没这么些人，跟旁边这位打听，山东太愣，不说话，拿胳膊肘倒这位。哎，我姓，哪儿啊？我怎么回事？哎，见个四星啊，这个黄榜啊、黄榜，黄榜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别胡说八道啊！皇上贴的告示，皇榜。哦，皇兄，你借我念念行吗？啊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哎，行不行？什么叫皇帝诏曰？皇上说话，皇帝诏曰。哦，皇兄说话就是皇帝诏曰。那么我要是说话呢？你说话也就是山东诏曰呗。我说话你别捣乱行吗？不是你说了半天他听不懂啊。干脆我跟你讲吧，咱们邻邦有个琉球国，派一个老道发号了一真人上中国来，要跟中国斗法，赢了咱想侵占咱不分领土，败了任败服输。皇上贴上干什么呀？哎，哪位能接榜斗败了一真人升官发财了。山东这回听明白了，他可不怕。哎，你个有心吧！哎呀，不就是个老道吗？斗法就斗法。怎么斗啊？哈，这老道，人家会读全部的《金刚经》，哎，年经没行吗？我是天天年经。人家会三十六首哑谜，还三十六宿呢，我会八百多宿。嚯，那你怎么不接榜啊？接榜再接榜啊，接榜接不了，人太多，他围不上去。哎，这怎么办？看见他这钩杆子，使这家伙不错。俺想开接榜，啪！一钩杆子把黄榜就接下来，可了不得了！看热闹都吓坏。哎呦，这是醉汉呢，喝得够呛。哎呀，散开！这时过俩当差的，这拿手一晃他面门，见脚底一使绊，啪！把山东扔这儿，捆吧去见榜官王大人。他们把他搁在班房里，俩人进去。启禀大人，有人把黄榜接了，人呢？捆来了。哎，哪有捆的道理？请，说请回头找山东，把山东带进来了。山东也知道这当官了。老大人，哦，壮士，贵姓？啊，免贵，姓孙，叫孙德荣，开个小肉铺。老大人要逮肉，你就说话吧。不吃肉。是您接的黄榜啊？黄榜，是黄榜。哎，不有这么马事，你把黄榜接了吗？哦，山东还有点印象。嘿，念个什么老大人呢？你叫我走吧，这斗心不发呀，我是喝醉了。他喝醉了。王大人一听，啪，脸就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孙壮士，你这玩笑开的可不小啊！你接的那是黄榜，接了黄榜不能斗法，欺君之罪，你可是一刀之苦。下官是榜官呢，
随便让人把膀就撕了，恐怕我的前程也难保。哎，壮士的性命，下官的前程这且不提，中国没人斗败了于真人，就算败给了琉球国，这是丧权辱国的大事。孙壮士，你想过没有？就这几句话，山东的酒我刚下去，一听这几句，呜，就全上来了。好，好，都发，都发，我去祭祖，我就去都发。哦，都发就好。那咱们面君吧，面君见皇上。面君吧，面君，面君好。我最爱去这读面君了。啊，读面君，不见皇上。哎呀，见皇上太好了，我们哥俩老目见了，还跟皇上领哥俩。把他带到以后，王大人进去跟皇上一说，依着皇上马上要见孙子荣。王大人拦下，怕山东太愣，指不定说什么，说不如先斗发，斗败了一真人，面君不迟。那也好，斗发传传了一真人。这不，这老道过来，谁老道长的个儿高，不足三尺，横下高二尺半，穿个黄色道袍，远远一看呢，整个一老窝窝，所以人称外号窝窝老道。皇上告诉他，中国的发官要跟你斗发，需要准备什么东西？说，东西不复杂，东西两座发台，高达三丈六，两边东西全一样，一张八仙桌，一个太师椅，一个蒲团，桌上是一个香炉，一对蜡签，一束高香，一对素蜡，朱砂笔，黄表纸。不大的功夫建造完毕，皇上传旨，了一真人上发台。可就看这老道身后背着宝剑，手里拿着佛尘，溜溜达达奔西边这座发台就去了。到了台底下，嘴里念起了咒语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会儿看脚底下架起了黑风。老道上去，上去以后背冲着东边的发台闭目养神。这边呢，王大人找山东人，哎，孙壮士，您上发台吗？好好，上发台。发台多高？发台三丈六。三丈六，六丈六也没关系。来人，搬梯子。不行，搬梯子不行。哎呀，搬梯子还不行，这不是叫我蹦高啊？山东土话，蹦高着急。王大人误会了，认为他能往且蹦了。啊，蹦高也可以啊，不知孙壮士能蹦多高啊？山东这个气，谁说能往且蹦？咱就说蹦。啊，捏个蹦高啊，你也看我高兴不高兴了。您要高兴，高兴了，五丈多高。不好，五丈多好。你要不高兴呢，不高兴也就是一尺多高。今儿您高兴不高兴，金蝉还不得有准儿，这不麻烦吗？这正捣乱了，过来个金瓜武士。俩人说呀，我们劲头大，我们把金瓜顺到这儿，让山东骑到这儿。你看老道背着脸儿，擦，我们把它扔上去就得了，行吗？好，就这么办。山东坐在头上，俩人要扔，扔他不能一下扔，得慢慢叫起劲来，擦，再扔。他来回这么一晃呢，山东乐了。哎呀，还是劲好啊，做的还是劲美。他乐了，这俩人又撂下了。哎呀，我说孙壮士，您别开玩笑行不行啊？您这么大贩子，这么大个儿，您那老晃的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摔着您可麻烦啊！您别动啊！我不动，我不动。俩人一嘀咕，怎么了？别管怎么说，这叫中国的法官，你真把他摔着就坏了。无论如何把他送到了，使点劲，高高的扔着，让他死上边，别让他死下边。行了，就这么办了。一二，发财三丈六，扔上四丈多去。别看这老道在底下乐，上去他也害怕。坏了，山东一看，哎，坏呀，香天香天香天，他是嚷。再说这老道也倒霉，他这一直闭目养神，这不捣乱，他不知道。就说山东扔上去了，扔上四丈多，往发台落的时候，哎，要说摔得够劲，没摔着。怎么呢？上去他带着钩杆子，人没到，钩杆子先到了，白大杆一点发财，
知道到了，嘎着一使劲，开，他愣站住了。再说这个，哟，呼，一看正从上面下来，吓坏了。哎呀，贫道上发台乃是平地而起，看中国的法官是从天而降。我再细看这楼，嘿，这山东，这袍子太阳光一照特亮。嗯，看中国的法官非僧非道，为何金光护体？后来呢，猪油放光。这山东呢，哎，也看看对过，一看这么高一小老道，他认为呀，这就是街上要小钱儿那画圆的老道。哎，捏个画小圆的小老道。老道一看，既然到了，先礼后兵，打过招呼，咱就走话。单手击掌，无量佛。山主一听人家说话了，我也得说话。好家伙！这老道一听，什么叫好家伙啊？再来，无量寿佛。人家加字儿了，山东心说我也加字儿。一大堆破烂家伙。老道一句没懂。别管怎么的，这干那个斗法打哑谜，擦伸出一个手指头来。再说这山东啊，根本把斗法茬都忘了，他认为老道跟他闹着玩呢。他小时候玩的时候，小孩一会儿玩啊爱占便宜，占便宜可不用说话啊，拿手比划，这个我大你一辈儿。他认为跟他闹这个了，他一看人家身一过，小老刀啊，还大我一辈儿，你大我一辈儿，我大你两辈儿，伸出俩来。老刀一看，嗯，我伸一个手指头乃是一佛顶礼，看中国的法官伸出两个手指头，二圣护身。好，擦，伸出仨来。这山东一看，七个老刀可太坏了。我搭他两辈儿，这小子搭我三辈儿。你搭我三辈儿，我不会搭你四。哎呀，不好！我要搭他四辈儿，这小子一会儿他搭我五辈儿了。他搭我五辈儿，我也木溜子儿就不坏了。哎，干脆我前面等着你吧。咔，他伸出五个来。老道一看，嗯，三个手指头，那是三皇治世，看中国的法官那叫五圣护身。哎呀！不好，变，拍拍胸口。他认为还是跟他闹着玩的，拍胸口呢，他们小孩玩那拍老枪，我是大辈儿，拍胸口。他认为闹这个了，你还是我蒋辈儿，你还是大辈儿啊？我看你是小辈儿，玩性下威，对这个老家你不孝顺，忤逆不孝，我拍脑袋送你，啪啪，他拍拍脑门。哎呀！这老道一看，哎呀，我拍拍胸口乃是佛在心头坐，看中国的法官拍拍脑门是头上有青天。不好，再斗下去非败在他手下不可。不行，我得想法把他赶下发台。说着话，拿起朱砂笔在黄标纸上画了一道符，身后摘下宝剑，把这符呢插在宝剑尖儿上，在蜡这就点着了，背对着山东。晃山东呢，看比划半截不比划了，拿着火晃上了。见没见没这个老道啊？哎呀，这个老道还玩火呀、啊！玩火你不怕尿炕啊？他这还乐着，可了不得了！不大的功夫，这团火冰盘大小，老道拿宝剑尖往后一甩，吃令，一团火球直扑东边这座发财。山东躲不了了，呼一下，头发呀，连眉毛全了了。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！向老道他笑晕的，轻松。哎，桌上正好有碗凉水，拿起来呱唧扣脑袋，灭了。这老道转过身一看，灭了，那不行，再来一道，擦擦擦，又画了一道符，这又点着了。这回山多可真急了，哎，坏了坏了，这老道又要硬了，这老道又要硬了，笑晕了。哎呀，
我也看出来不能跟他好学好道，我非打个兔崽子不行。你说你打你使什么打呀，我拿什么，哎，这高杆子不错，拿这个。他扔啊可不能这么扔啊，这么扔他没有准头，他有法，他把这钩杆子顺过来了，白大杆冲前，俩铁锅冲后，他冲着老道后脑勺他瞄准了。笑林笑林脚下滑，咻，钩杆子出手了，老道正念着咒呢，嗯，脑后有风声，不对，有东西到了，赶紧一侧身一摆头，这功夫钩杆子可当了，这颗白大杆儿擦着腮帮子擦就过去了，杆儿是过去了，后边还俩钩呢，钩不饶啊，扑一下就扎腮帮里了，把老道疼的宝剑撒手直削油葫芦叫唤，哎呀横山冰刀咚咚咚咚咚，伸手就摘钩，摘钩他不看方向，这个东西这么进行，后来啊他往前拽，哎呀腾沙频道杀腮帮子喝了。再说这山东人一看知道打成了，耶，小老大头下回你不闹了吧。坏了，折腾半天都饿了，饿了吃的可没有啊，一摸怀里，哎，有酒壶，哎，我拿这个吧，喝酒，他喝酒你自己喝你的，他冲着老道晃，哎，喝酒吧，喝酒吧，喝酒，他冲他这比划，老道吓坏了，刚一勾杆子就把砸坏了，他就说了，哎呀，刚才打上贫道的乃是太上老君的如意紫金钩，那不逮住的吗？如今又记起了翻天印，不好，再斗我非死在法台上不可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走，说走嘴里念起咒语，打上往下走，走的半道是心慌啊，把词儿给忘了，呱唧掉地下，摔个鼻青脸肿，到万岁眼前是认败服输。皇上问他，你跟中国斗法是胜是败啊？我败了。嗯，你上去说无量佛怎么回事？出家人的见面礼儿。又说无量寿佛呢？那是越发的尊敬。那我问你，我国法官说的好家伙呢？好，好，好家伙，那个什么，那好家伙呀，这那不是吗？你们这法官那家伙太多。家伙太多，再说贫道法力太浅，实在不懂中国的好家伙。反正这不刚才挨了一家伙了，实实在在是败了。一说败了，皇上一拍龙胆，想跟中国斗法，你焉能不败？不是朕当恐吓于你，像这样的法官，我不用别处去寻，哪用他处去找？就在我北京城内。还有700多个，那是啊，北京卖肉就多嘛。败了，一说败了，皇上这看咱的法官，你怎么不下来了？这不怨山东，山东他不知道斗法是完呢，是没完，是胜是败，他也合计，你说我要是说胜了，让人烧得这样，你说我败了吧，我了他一钩杆子。他这合计，皇上一看怎么还不下来？哦，想必是被恶道魔火所伤。来人，高达云梯迎接中国的法官。皇上这句话德行大了，要没这句啊，山东一辈子下不来。这回行，大摇大摆往皇上眼头一让，皇上，孙法官，你跟他斗法是胜啊是败啊？没法，皇上问了你得给答，他可也不知胜败，找辙吧。皇兄，说你这个斗法是兴是败呀？这话我不好说。我说我是兴了吧，你也叫老王没挂，自卖自夸。我要说我是败了吧？哎，皇兄，你说我是干什么来的？怎么又进岗三儿也不敢揽这瓷器活？
王大人一听哪这么些俏皮话呢？行此拜哎，皇兄，一直老道，你问他，他要是说我行了，我就是行了；他要是说我拜了，哎，我是老道，哎，走，咱俩上去再来来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我是拜了。皇上都乐了，你都发声。我问你，开头，上去的你们说的话，都跟我说一下斗法经过，行吗？麻烦。斗法经过没法说呀、哎，怎么说呀、哎？跟皇上就怎么说？他大我一辈儿，我大他两辈儿，这不像话、啊。再说别说别的不成吗？老道还在这儿了，把他轰走，这话我就好说了。皇兄，斗法经过说没关系啊。不过我这个法术是太深，叫他要听你去可坏了。不能让他学你去了，叫他走。皇上说：“对，下去，轻口发落，给轰跑了。”他一走了，山头乐了，说什么都对了。皇兄，这个老道他可不学好啊！这个老道要娶媳妇儿，出家人还娶媳妇儿？哦，娶媳妇怎么伸一个手指头？办喜事啊！他买我一身油。你伸两个手指呢？我这两身啊，那只能是一口。那么要伸三个手指头、五个手指，他借我三吊钱，我这三吊钱也可不够本儿。干脆你借我五吊，那么拍拍胸口，拍拍脑门，哎呀，荒兴，这个老道他犟贼呀、啊，他非要信干非。我说念个还没关系，连猪头都记你了。